免费骑共享单车在郑州。行了，在这个郑州地标这一块，我只睡了好像30-40分钟。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事情，真的是。吃饭吧，吃这个昨天本来要喂狗的这个。他真是一个太恐怖的人了。在上一期的24小时不花钱在郑州上篇当中，我和两位同伴从商场里的试吃开始，后来用捡到的一把伞换了一个西瓜，再后来我们在入夜后的玉米楼下用摊群的方式和商家吆喝换了一杯茶。接下来入夜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你好，你们现在是打烊了吗？有没有不要的东西？对，就是不要的那种吃的什么的。对，我们这儿没有。哦，行。啊，行。回来就是。这个能不能拿袋子装一下？啊，行。要不然就浪费了。谢谢。然后还哦，这个是一个炸馍，炸馍这个也是很有河南特色的。这是算是我和乔乔今天吃的。对。这个24小时不花钱在郑州的第一份饭。上次进食还是那个西瓜。中午的那个哦，对对对，想吃的这个，我感觉现在应该是吃什么都好吃。嗯嗯，好吃，真的，我从来没感觉炸馍片这么好吃，太香了，感觉小小的炸馍就能满足我所有的欲望。现在那不吃，你是不是觉得内疚？是我想多了，还是你真的内疚？不要内疚了，吃吧，因为很好吃。嗯，真的。我刚说很少吃这么油的东西，但是今天真的很饿，也可能他们没有吃这个的原因就是可能比较油吧，还有辣。嗯，今天爽不爽？爽。 Very nice。 暴走30000多步，36284步，30000步21公里，36000的话就可能带22、23。这我一搜索，正常人一天能走30000步吗？微信30000步都是什么人？哦，那个香肠能不能拿走？对，这一桌是不是已经用餐结束了？结束了吗？那个香肠可以拿走吗？可以打包一下。是要卫生的。我们可以拿走吗？那个肉香肠，谢谢。就那一块还有这个香肠就行了。可以。对。他们这都没吃嘛，这些东西。嗯，谢谢。嗯。收钱呢？嗯，啥？这个点单在菜单上是258，这个叫肉类拼盘，就是他那个一整个。哦。顶不顶？吃这个比尝一个。这个你先别着急，他以为我们是要喂狗。喂狗。我操！说那边上那个沙拉也是没有动过的，嗯、但是呢，想狗不吃。嗯，他可能会怀疑。不是。你好，就是请问有没有零七的不要的零食？没有。零七的不要的。现在在这个玉米楼的下面，哲源已经去那边躺着了。是，他肯定挺累的，就不打扰你了，睡觉吧。你睡哪块？那块？这块？那儿还是？嗯。如果我们俩睡这一个的话，我感觉会不会说还稍微安全？对，行也行。现在是晚上大概12点钟，我看这个温度是24摄氏度，但是不是最冷的时候，最冷的话要到凌晨4-5点钟，
我们看的是20度左右，21度左右，就是还会再降3度。刚才听到有蚊子嗡嗡，可能是因为这边草坪吧，所以这儿睡觉必须得特别注意。让我穿短裤，得把腿盖好。我带着这个东西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的住宿时候的床单，这么多年没扔掉，但是今天派上用场。但是再冷一点的话，蚊子可能就不出现了。我想跟我弟说我在玉米楼湖边的长椅上睡觉，他估计会觉得我有病。想睡哪儿睡哪儿。你说的就享受各种各样的体验的。嗯，是的。被摇醒了，蚊子。我也是被摇醒了。感觉温度没怎么降，但是蚊子就挺猖狂的。面对。哪去了？上厕所了。就没有太往蚊子这方面去想，觉得可能会有蚊子，但没想到蚊子这么多，咬了得有十几二十个包了。你这还防护还好呢，我觉得我可能是最被咬的。这冷，冷？你觉得冷？嗯，我觉得不冷，我是觉得蚊子多咬。冷的话，那边有那个。纸盒子什么的，你找找。我到那边上了洗手间，并且喷了驱蚊液。哦，在哪里？在那个，我们刚才路过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饭店，穿过他们店里边有一个员工洗手间。对。哦，行。我盖盖你的。你盖我，我就死掉了。我你盖一个那走。不，我这一点挡的都没有，我这蚊子直接咬。冷的话，咱再找点东西盖吧，对吧？我们就是换到这个地方，这行吗？这可以。上面还有棚。行。现在搬到这块儿来睡了，就是这个小凳子。嗯，对，没事。所以你其实可以再拼一点。我刚才在那个楼下一家餐厅，在门口前台有那个花露水，接了点花露水，喷了之后，现在感觉好一点了。他们俩就在那个上面睡，周岩把我的被子拿走了，他可能觉得比较冷吧，可能后边会冷一点，但是感觉他今天挺累的，感觉他比我更累可能。现在是凌晨1:50，现在是凌晨3点，我搬到这上面来睡了，没有那个东西盖着，蚊子把我叮得可惨了，哪怕我涂了那个花露水，但是脚上的在那台子上基本上把药给蹭没了，就没有药效了，我就到这儿来了。我现在这个被蚊子咬的睡不着，冷的这个还好，冷着冷着估计还能睡过去，但是蚊子咬的真的我这腿上正面反面各个方位都没有了，胳膊上。现在凌晨4点这会儿，我几乎就是睡不着了，蚊子咬的这感觉20-30分钟一直还痒。如果之前知道会是这样的话，可能也会背着那种很大的那种黑色的那种垃圾袋，然后把下面一套裹进去睡袋一样的那种。另外就是这湖边，其实我觉得这边上面可以搭帐篷，没人管，这是我的感觉。今天就是搞成这个样子，跟这边是有关系的。我这是我24小时不花钱以来，我觉得自己牺牲最大的一期了。
现在是凌晨4点左右，我在那边发现一把很大的伞，我就把它拿来这边，把我的腿就是放在里面，然后外面盖上，这样的话蚊子就进不来了。我觉得我勉强还可以睡个一会儿，睡个4-5分钟吧，在天正式亮之前。醒来，在这个郑州地标这一块，我只睡了好像30-40分钟。第二天的早上将近5点钟，天正在亮起来，我觉得我也睡不了了，因为有点冷。如果没有这把伞的话，估计我也睡不了这半个小时。可能昨天晚上太黑了，所以呢就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其实挺保暖的，我觉得。然后一个人就往这一躺，然后往这一盖就行了。我们昨天晚上没找到这一块。他们两个是在前面那块睡着，我去看看现在怎么样了。我冻死了，我这一晚上。对，我觉得，而且后来又有下雨，你知道？我觉得我告诉你，我盖着这个一样，就没有这个东西。我咬了一整晚上，我只睡了20-30分钟。我咬了，我挪到那边，挪到那边，最后呢，我找了一把伞，我把我把这伞弄倒，然后我裹到里面去了，我才盖上，没有蚊子咬我，咬了一晚上。你到时候看视频吧，你看我怎么被咬的。但是现在感觉这一晚现在熬过去了。你知道等你盖上这个会爬上什么吗？蚊子就不会直接咬你的腿了。是不会直接咬，但是你的注意就会变在温度上了。你觉得咱俩可能谁冷？你还穿的是一个长裤。把这些凳子给它放回去吧，再换个地方吧。我北方冻了都。啊？咱换睡一晚上了吗？换一个地方。睡一晚上了还不行。其实我也基本上没有怎么睡，半睡半醒，下了几次雨。嗯，后边下雨，因为我好不容易有个伞，我能睡了。嗯，我已经很累很困了，我就让它滴了。后来滴了一会儿，天亮了，我就起来了。天亮了，别人看见了，他可能会说。昨天晚上在那个餐厅里搞的那个他们剩下的那个肉肠，我能给你的手酱上去吗？酱什么？他在一个太恐怖的人了，太恐怖了。就你们可能看视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走走路啊，要有东西吃啊什么的。我也是他的粉丝呀。嗯，我感觉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呀。差不多是吧？但其实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事情，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决心与这个毅力吧。吃饭吧，吃这个昨天本来要喂狗的这个。哎呀，我的天啊，有点像夜宵吃夜宵的感觉。我都冷到啥程度了？
为我们啥俺那个又要不听话要给我盘你为我我都把他交给你我刚想我带让他让他给他给一年了我不管这一年了还得回我都给那给一个你都不恼了我的天基本上你只要你第二天醒来基本上就已经将接近完成了你就在这地方坐着然后一直到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可以了同志们太累时了就是说你看你在这儿搭帐篷其实都没人管就在这儿真的有鱼哎比较小哇哇哇还喂了小鸟呢嗯对喂了小鸟这这边感觉伤痕累累，但仍然在坚持。现在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在这个玉米楼的下面。本来呢，可能是现在要喝完水之后，吃完东西之后。往那个市区走，但是哲源呢，他就基本上就瘫到这儿了，嗯，在那儿坐着，他膝盖现在不舒服，脚上也不舒服，身体上很多地方都是觉得累不舒服，现在就是先让他歇一会儿，看看他等会儿状态如何，我们再做决定。马上就成功了，确实走不动了。但是呢，既然来参加了，还是秉持着做这个事情的最初的想法吧，一直坚持到中午。我可能就待在原地了，待在原地，然后一直到中午结束。好。要不然的话，就算你退出了。嗯。那你在这待着吧，我们走了。拜拜。他也走不动了。现在打算去一个地方，叫做免费爱心粥，在东风路那块儿。可能那边有这个免费的早餐。可能网上搜不到最新的消息，然后打电话给他们也打不通。这个顺便路过这个共享单车，看有没有什么种免费的啥那种。还有做任务领奖励，这有个抽奖的。嗯，你看看，支付宝那个车还有红包车呢，现在。就红包单车前三十分钟免费骑行。这个红包在哪里啊？那个哈喽出行。哈喽哈喽啊哈喽。对，因为如果小红包车它不收费的话，也我们也算到那个二十四小时。红包车。对。就是直接过去扫它就可以，就可以免费骑。嗯。好，这边绝对想不到。它每个车上面有编号。然后你点这个响铃，然后这个它就亮了。哦，行。我就扫了。这是我的车。免费的，三十分钟骑行免费，还可得现金。我之前只知道这个骑单车便宜，就是你买卡的话无限次骑便宜。就是那种周卡，现在这个也是悄悄推荐的，说可以免费骑这个共享单车，免费骑共享单车在郑州。在外边溜达啦，我勒个孩儿嘞，我勒个乖乖嘞，我勒个亲娘嘞，你这是弄啥嘞？我勒个孩儿嘞。
去拉萨了，白带去大理了，白带去新疆。到了那个东风路，就是那家爱心粥店，免费粥店在这条街，看不知道这个还在不在。这个店还在这儿，但是里边不开了。有点可惜。好，到那儿七点吧。这个红包车之所以免费，可能是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他会把那些散落的那种比较偏的那种地方的那种共享单车设为红包车。然后红包区的那个 P 点呢，就是负责就是把这些车子集中回收他们公司检修啊那样的地方。这样的话其实给那些人就是寻找这些散落的车提供了一个便利。他们不用再辛苦去找，你就已经把这些车停到那个 P 点。然后之所以红包车呢，红包区还车会有奖励呢，我觉得是你给他省了人力。这是获得的红包奖励。对，30分钟后到站。但是这个红包车收的钱有一个 bug， 是啥呢？就是只能骑红包车，这个0.8块钱的这个钱你要用的话，你只能骑红包车，对，才可以用，要不然红包就失效了。所以他这有什么再找一辆红包车。就把你当搬运工了。对，现在就是红包车夫。但至少是可以确定这个骑这个红包车可以免费。现在骑单车骑得又累又渴又饿，然后前面找个商场，然后再搞点吃，补充点小能量。这是免费领的盲盒。领取10块，给我10块，为啥给我10块？你这他这里边没有。没带，诈骗。现在上午的10:40，看看还能不能再骑红包车，还可以再骑，还有挺多红包车。前30分钟免费骑行，加上现金红包。找找红包区在顺路的地方吧，就是紫金山公园那块。这个红包车还挺神奇。然后我们刚结束了新一轮的这个试吃，在一个商场里边，但是其实也算不上是新一轮，因为只吃了一点点的小东西。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哲源他退出了。刚才跟他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他躺在一个旅馆里面，挺遗憾的。就是我觉得最艰难的那段时间，就是晚上那段已经过去了。哲源退出，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太可惜了。我是不太理解他这样的做法，我不知道大家就可以理解吗？因为看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儿，就是真的，如果大家是他的话，会不会选择坚持下去？因为真的就差那么几个小时，那么一点点。是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他为什么会决定最后退出？真的只是累吗？还是？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哲源的真实的情况、状态，基本都真实呈现了。这个红包车还车的时候要看清楚，就是它是不是在这个
红包区域内，差一点它就可能就不是了。我要再往后退到这一块或者这一块。宣传免费，然后还获得八毛钱的这个红包奖励，啊，红包车优惠，优惠的红包车优惠的2.5元，实际上是可以优惠30分钟，但是你要确保停在这个红包车的区域内，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一段的这个红包车骑行圆满完美结束。现在是6月7号的11点59分，距离这个24小时结束剩下最后的10秒钟，不到10秒钟了，已经结束了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已经结束了，就是24小时不花钱在郑州，我的边上呢有这两个面包，这个面包呢其实呢也是免费的，为什么呢？乔乔他在这个烘焙行业一直做了10多年，他告诉我，其实很多的面包店，大部分的面包店他都会有就是前一天的面包当天卖不出去，然后第二天呢他可能甚至会扔掉。如果我们走到一家面包店的时候，就去进去问他，你们有没有你们想丢掉的面包，不再需要卖给顾客的面包，可能就会得到这样免费的面包啊。但是真的是我们免费获得的这个面包，而且还有很多的面包是没有被送出去的。是，我现在想尝一尝这个面包，老干妈味的面包。我都没想过这个老干妈的拌酱会做面包，好吃，好吃。我的面包要求不是特别大，你今天卖我可能也不会觉得这是之前一天的面包。这个本期呢，24小时不花钱在郑州呢，差不多也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乔乔，然后参与这个这段经历，他真的很棒，他能跟上我的节奏，他也是这个24小时不花钱以来的第一位的这个女生完成整个这样一个经历，谢谢，感谢你。我应该感谢你带给我这样的体验，而且因为你是河南的，我觉得你才会来郑州，我才有机会可以参与到这种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有意义的体验。而且我觉得女孩可以做到。感谢大家的观看，这里是郑州，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早上，美好的晚上。欢迎来到郑州，欢迎来到河南，欢迎来到郑州，欢迎来到郑州。没事，你可以。欢迎来到郑州。这里是阿童做的视频，然后我们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欢迎来到河南，拜拜。我勒个呵嘞。你这是弄啥嘞，我这是弄啥嘞，呵嘞，我勒个呵嘞，我勒个乖乖嘞，我勒个亲娘嘞。